什么？欸、因为刚刚很久没玩，他 goodbye 啦。那现在他 goodbye 了，我你看，你现在又可以玩了。你按一下这个，然后他就会讲话咯。你按字，他就会讲话。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哦，你要先生。你看看，按这个会变中文哦。你看，我们一起学中文吧。学中文的话，你看，啊，再按这边学英文喽。